我刚刚得到通知，我们的露天电影院会再晚半个小时才到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那边有一点吵，但你们放心，我们这里呢走的是非常文青优雅的风格。等一下，我们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片子，就是在黑暗中漫舞这部片子。哎，他们那边停电了哎！哇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。哎，孟太太，要不要一起过去？比较亮哎。冰姐，真巧，可以，欢迎来玩，来，欢迎欢迎，请便啊！有，随时可以让您睡。香亭包场搞什么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陆小姐包场不对外开放哦。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也是住户，而且这活动是我主办的，你打电话问一下，联络一下。可是因为我们今天陆小姐包场，我叫你联络一下，你们可是不可是的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什么没我们的位置啊？一定是陆香亭搞的鬼。哎，现在车道这边有一位王林小姐。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边真的没有办法，但是角落那里还有一个位置，不知道你们接不接。王林姐，不好意思哦，招呼不周。哎，我真的在报名表上没看到你名字，我以为您不来了。刚我们好不容易瞧到个位置，希望你可以露营愉快。劳你费心了，王林姐能理解是最好的。你们今天来的设备是不是跟以往都不大一样啊？哎，晚上要一起吗？我们演奏会哦。是啊，王林姐 ，together 啊。不了，我们自己有节目，你们尽兴啊。谢谢王林姐。Okay, next song, please. <音>走了。这活动明明是我办的，搞得这么难看，讨厌死了！搞什么嘛？哎，王林姐，我有准备这行动卡拉 OK， 我点一首你们那个年代的歌，就该唱过一个。没礼貌，我也是跟得上年代的，好不好？帮我点那个周杰伦最新的歌 rap 的。我吼叫，我唱，我再让他唱好了。家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得到通知，我们的露天电影院会再晚半个小时才到。不好意思，我家那边有一点吵，但你们放心，我们这里呢走的是非常文青优雅的风格。等一下，我们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片子，就是在黑暗中漫舞这部片子。不要跑了！有什么新啊？哎，他们那边停电了哎！哇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哈哈哈！有钱人也可以停电哦。哎，孟太太，要不要一起过去？比较亮哎。张姐姐 ，Everyone is leaving， 我看得出来好吗？哎，小朋友，来自己跑慢点。有，随时可以让您睡。来，哎呦，这要请坐，请过来拿。是啊，来请坐，请坐。来。谢谢。太了。